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 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然后就突然蹦了一下。因为我最怕响的东西，比如说狗叫啊，打雷呀。然后我刚刚撒娇，他说嗯，然后就跳上来。怎么可能？嗯，就是去打篮球。早上去打篮球。早上去打篮球。早上。 是打枕头大战啊！你要打头吗？打的时候把羽毛给撒出来。不要打头，这是稍微的打一下胳膊。不要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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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打
所以说就要好一点，但是因为毛会飘，所以说我的裤子上也很多。可能是我自己喜欢糟蹋了，然后去撒盐水，衣服非常黏毛，就黏多了。你自己撒自己身上？你看，就很好玩，那些毛。真的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。没事的时候可以把衣服撕开，把那些毛倒出来，然后往自己身上撒。妈妈打死。我妈已经三天没有打我了。